传奇思路，共同发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思路新发现》。一说到塔克拉玛干，很多人脑海中啊，马上就会浮现出“死亡之海”这个名词。那么，作为世界第一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真的那么可怕吗？前不久，新疆康辉大自然国际旅行社和我们新疆卫视联合策划组织了“两岸三地88勇士挑战死亡之海，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为奥运祈福”的活动。来自台湾、香港、内地的勇士们在沙漠中度过了令他们永生难忘的一段时光。这是一支由来自台湾、香港、内地的88名非专业人士组成的徒步探险队伍。队员中年龄最大的72岁，最小的只有17岁，大多数人都没有沙漠徒步的经历。这次他们却要用7天的时间，从位于沙漠腹地的新疆和田地区的达利亚布依乡出发，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抵达终点马扎塔格山，直线距离88公里。请停止我们炎黄子孙的欺压，我们手牵手，心连心，共同筑起沙漠中的万里长城。在达利亚布依，大家知道达利亚布依是个小山村，小沙漠之村，它离现代文明只有二十多公里，但是呢，它那个实际上文明程度呢相差几百年，现在非常贫困。我们两岸三地的勇士准备了大量的文化用品和一些支柱的一些东西呢，准备对他们进行一些扶贫，准备修一座小桥，进行一场那个友好比赛，象征着奥运精神，然后资助他们一些那个搞一些扶贫活动。这次活动因为它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广泛地得到了自治区和兵团系统、旅游系统的大力的支持。所以说，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那个活动准备的非常充分，在这里我希望这个活动圆满成功。88名勇士，88公里徒步，88这个吉祥的数字在这里啊，并不是一种巧合，它寄托了活动主办方新疆康辉大自然国际旅行社一个美好的心愿，希望集合两岸三地炎黄子孙的祝福。祝愿2008年8月8日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取得圆满成功。这次活动也因为有了这层特殊的含义，而得到了两岸三地众多户外爱好者的响应。88名勇士从乌鲁木齐出发后，首先到达南疆重镇库尔勒，之后队伍分成了2队，一队途经8州的若羌县、切莫县，抵达和田地区的于田县。另外一队呢，途经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县，穿越沙漠公路抵达于田县。两支队伍在于田汇合后，共同进入沙漠，开始徒步穿越。这个人不能不认识，他叫陈建国，新疆康辉大自然国际旅行社特种部经理，本次活动的总领队。他有着20多年的户外经验，多次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这次穿越能否成功，他是关键性人物。为了准备大家在沙漠中的给养物资，陈领队要暂时脱离大部队，直接赶往于田县。然后给孩子再买点学习的用具，还要买点书包。本次活动所设计的前往于田县的2条路线，是展现新疆南部风情的经典线路。对于绝大多数第一次来到新疆的勇士们来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领略新疆风光风情的机会。其中，若羌切莫一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古代分别是鄯善国和古切莫国的所在地。鄯善国就是著名的古楼兰国，举世闻名的被猜测成古楼兰国老王城的米兰故城，就在距离若羌县城东80公里处。而离米兰故城2公里远的米兰农场居住的维吾尔人，据说就是罗布人的后裔。而罗布人被猜测很有可能就是楼兰人的后裔。原来是在老阿布旦住吗？他是老阿布旦，应该差不多是最后的一批居民。后来就迁出来，就到这儿了，是不是？然后就改成种地了吧？就开始种地了。原来是打鱼。
库车一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部，这里古称秋兹，是西域古丝绸之路中西方文化荟萃之地。这里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是古代佛教洞窟艺术。我国最为著名的三大佛教洞窟之一的克孜尔千佛洞就位于库车和拜城县的交界。想要了解佛教艺术的人到了这里是必来克孜尔千佛洞的。离开库车，勇士们踏上了新疆第一条沙漠公路。这条公路北起巴州的轮台县，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至和田的明峰县，全长500多公里。公路两旁有中国最大的胡杨林，深秋季节也正是胡杨林最美的时候。好美哦，新疆的好美，好，秋天的，漂亮啊，漂亮。刚才经过的地方更漂亮。嗨 ，Hello， 耶、yeah! ！经过3天的车程，在第4天的中午，两支队伍都抵达了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的于田县。于田是西域36国之一的淤泥国所在地，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小县城。别看这里现在很安静，可是到了每年的5月下旬就热闹起来了。满街飘散的都是玫瑰花的清香，这里可是新疆最大的玫瑰花产地。我们来到于田了。在于田，大部队和先期而至的陈领队终于会合了，他的后勤给养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我们这次准备了，可能刚蔬菜准备了，可能有将近1吨半左右。因为我们这次7天的徒步呢，消耗的食品比较大，徒步的人数比较多。这水总共拉了54桶水，每天要提供8桶水，然后准备了160箱矿泉水。我们有各种蔬菜，还有苹果，还有鸡蛋，这些下来估计肯定得一车得拉。总共有4个厨师跟你一起，然后再加上我们工作人员，总共有10个工作人员去一块去完成这次后勤保障。虽说陈领队已经准备好了充足的给养，可还是有不放心的。您看这几位，自己又去买了水。怕不够，有这个感觉，因为5瓶觉得不够，没有5瓶，我们男的只有4瓶，女的5瓶。我背自己包里背着那怎么办？还真是，谁也不能保证在沙漠徒步中会遇到些什么，多准备点儿，宁愿自己背得累些，可多了一份保障。他们想的还够细的。一切准备就绪，到达于田县的第2天一大早。勇士们就向本次徒步的起始地达里亚布依乡的铁里木村进发了，这将是他们在野外生活的第1天。本次徒步的起始地达里亚布依乡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乡政府铁里木村位于县城以北267公里处。因为世代沿克里亚河居住，所以达里亚布依乡的居民们又被称为克里亚人。进入这片沙漠的胡杨林就算是进入了达里亚布依乡的范围了。这条河就是克里亚河，在维吾尔语里它是漂移不定的意思，它经常会因为季节性的洪水而改道，所以有了这个名字。这条河的源头是昆仑山深处的古冰川，纵穿于田县，消失在沙漠腹地。因为正值秋季，干旱少雨的季节让这里的沙土更加的松软，这一路上可是没有少陷车。喊王伟的啊，你跟王伟的，家里11个人的啊。终于到了第1天的宿营地了，沙漠勇士们就要从今天开始学习如何在野外生存，而在野外宿营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习如何找到适合的扎营地。陈领队一到营地就开始忙活着扎营，给大家准备晚饭了。看着他那么忙，就不要打扰他了。在勇士队伍里，有着丰富户外经验的也不乏7人。这位勇士叫王伟，来自天津，外号骆驼，热爱户外运动，自称是中国第1代老驴。在骆驼这里，我们可是学到了不少。那么在沙漠中宿营呢，你要选择一个平坦的地方，尽量是一个小盆地。
但是不要离沙丘过近。你离了沙丘过近的话，一个很明显很明显我们能够想出来，如果晚上有风的话，风再下来会把你埋掉。尽量的把我们这个帐篷呢形成自己一个小团队，小团队不要觉得哎呦我自己，你看在一个高山头上搭一个帐篷，远看是很美，实际山头上搭帐篷的话风很大，你会有危险的。哎，我那个外罩呢？刚才吹跑那外罩呢？不行，你给你回家。毛放哪一心呢？好辫子。从这里插进去吗？然后你会固定吗？啊，就这样了，就这样钉住。所以我刚才就说要找这个钉子要固定啊。是不是卡在上面啊？对，是不是卡这个钟？这个我觉得这根钉子不够那个。根据从骆驼那里学到的知识，我们也开始扎营了。这就是我们的宿营地了。刚才领队告诉我们，像在这个沙漠地区，要是扎帐的话，要离这个红柳包还有这个胡杨林、胡杨树要远一些，因为在这个胡杨树还有这个红柳包底下会有那个草鳖子。这是几人帐啊？我的天哪！二人帐。不会吧？我都三人帐吧。这可是大家在沙漠中的第一顿晚餐呢，今后的九天都要在沙漠中度过了。哎呀，太香了，太香了！再来一杯。你吃了以后，人生呢本来黑白变彩色了，所以你要快点吃。二碗，吃了两碗了。啊，好好吃哦。在家能吃几碗？在家吃，最多吃一碗嘛。这个小勇士叫陈谦，来自广东佛山，是本次徒步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今年才17岁。陈谦，够吃？还可以吧。你为什么要跳过？这是我们菜心。哦，这个问题问得好，等你放。急啊，懒蛋啊。这是因为。像周伟说的，我是一个偷懒的人。你在家洗不洗碗？这个问题嘛，打电话问我妈去。打电话问你妈，让你妈说没你这个儿子。第一天进入沙漠，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只是夜晚宿营的寒冷让人有些难以适应。第二天，队伍顺利地到达了本次徒步的起点达里亚布依乡。刚巧啊，赶上了伊斯兰教传统的肉孜节，这让两岸三地的勇士们兴奋了起来。然而，其中一对来自台湾的新婚夫妇却遇到了让他们非常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么，在达里亚布依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观众朋友，明天请您继续关注5集电视系列片《激情穿越》第二集。传奇思路，共同发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思路新发现》。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的沙漠勇士一路感受着南疆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顺利地抵达了第一天的沙漠宿营地。对于绝大多数缺乏户外生存经验的队员们来说，如何挑选营地、怎么扎帐篷，都是非常新鲜的事情。当大家在兴奋中忙完了这一切，准备进入梦乡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对沙漠的了解有些简单了。10月中旬的南疆已经进入深秋，沙漠中的昼夜温差可以达到20-30度，中午的时候还热得只想穿件短袖，而在晚上啊，气温却降到了-7-8度，早上起来帐篷上都结了冰，夜晚的寒冷给队员们提了个醒，考验大家的时候就要开始了。经过一天半的车程，我们到达了本次徒步的起点达里亚布依乡乡政府所在地铁里木村。这个乡总面积15344.59平方公里，南北相距达500多公里。1896年1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沿着克里亚河寻找它的源头。当他来到达里亚布依时，发现这里不仅有成群的野骆驼在奔跑，
还有大批的野猪把这里当成了乐园。更让他出乎意料的是，居然有一个牧民群落在这里繁衍生息。斯文赫定所指的牧民群落，就是居住在这里的维吾尔人。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虽然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里的人们仍旧保留了很多传统的生活习惯。这个镇边乡嘛，没有种植业，几乎都是以畜牧业为主。这个乡嘛，以前从86年开始盖房子，以前嘛都是那个啥篱笆墙，它就是周围为那个用胡杨枝子、胡杨棒子啊，就围起来的，就是个草棚子。冬天嘛，围着火塘坐着取火睡觉，也就是那样的。2006年年底的人均收入是那个1274元。尽管生活不富裕，但是克里亚人并不打算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他们更愿意在这里终老一生。为了改变这个乡的贫困现状，政府也想了很多办法。乡里专门成立了希望小学，让孩子们能够接受现代教育。4年级以上的孩子则统一到于田县上学。这样做是为了能够让外出上学的小孩子带动这些克里亚人走出沙漠，摆脱贫困。但是现在看来，这项工作还得长期坚持下去。勇士们到了这里，很快就融进了当地。看到当地的现状，他们迫不及待地把自己从沙漠外带来的捐赠物资送到了达利亚布依乡的希望小学。我们来自两岸三地的朋友，我们此次活动呢意义非常的重大。首先第一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挑战极限，挑战自我啊，这是我们徒步穿越死亡之海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就是明年2008年8月8日，我们奥运会呢要在我们中国北京啊去胜利召开。那我们的沙漠勇士啊要在沙漠之中呢，就说是祈福绿色奥运。同时呢，在这里呢要更要去说一下，就是今天是我们党的十七大的胜利召开。在这个达利亚布依乡，因为呢可以这样讲，非常比较贫穷、比较落后的地方，当时已经告诉过大家，基本上呢是有247户人家，1333人，平均的人收入是887元。那么我们奉献我们一点点的爱心，也是我来自我们两岸三地所有沙漠勇士的一片爱心，奉献给我们达利亚布依乡。他有一幅画呢要送给我们这个学校。我想他的每一个小孩子能够读好书，然后到奔着到香港去看看我们的工作。这样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好，身体好，好不好？我看到满天花儿的开放，莺莺也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澈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屋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短暂的接触让这些克里亚人很快接受了这些不速之客。也许因为是正在过肉孜节，人们对于我们这些异乡客格外的热情。肉孜节是信仰伊斯兰教人们的开斋节，教民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只能在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后进食。一个月之后的伊斯兰教历的10月1日开斋，那么这一天就成为了开斋节。每到这个时候，人们会以各种方式庆祝，走亲串友可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来，现在我们是在外间，在外间呢主要是男兵在这里吃饭，主人呢要在这里在这个外间招待这个男兵，这也是主客厅。那么里间呢是女兵在那里吃饭。那么今天是肉孜节的第三天，主要是邻居间的相互拜访。那么第一天第二天呢主要是主人和亲戚之间的一些拜访。那主人告诉我，那邻居们来拜访的时候呢，手里面是不需要带任何礼物的。这里都是客人的，就是邻居的一些女眷。他们站起来呢也跟我回说肉孜节快乐。这一对呢要隆重推出一下，温鹏举夫妇来自台北，出发来新疆之前刚刚完婚。这一趟啊是他们的蜜月之旅。太
当得知在勇士中间的这对来自台湾的新婚夫妇才刚刚完婚之后，村民们异常热情地要给这对新婚夫妇再举行一次绝对记忆深刻的婚礼。村民们说啊，要按当地人的风俗给温鹏举夫妇举办一个维吾尔族的婚礼，希望他们能永远地记住曾经在沙漠腹地用一种独特的方式结下了婚事。那么这个婚礼会是怎么样的呢？这场突如其来的婚礼让所有的人都格外的兴奋，尤其是这对新婚夫妇。村里的大小媳妇们拉着新娘子就进了礼间，要给她装扮一番，比第一次还紧张。在新娘打扮的同时，我们在外面的新郎官已经穿戴整齐了，忐忑不安地等待他的新娘。看着他的这副当地人打扮，真的是让人忍俊不禁。这位就是咱们当地的阿訇，他主要来给咱们来做证婚。那现在这个新郎新娘吃这个蘸着盐的这个馕呢，就表明他们今生今世不会分离。很幸福。在热闹的气氛中，这对来自台湾的小夫妻又举行了一次维吾尔式的婚礼。虽说很简单，可是也让大家过足了瘾。相信这场特别的婚礼会让这对来自宝岛台湾的年轻夫妇记忆终生。同时呢，婚礼也成了沙漠徒步之前的一个壮行仪式，因为从这里开始，勇士们就要正式出发去完成7天的穿越任务了。车队完成了他的使命，将原路返回，在终点等着大家。徒步就要开始了，每一个人都既兴奋又紧张，几天以来积蓄的力量就要在此时爆发了。有信心。祝您成功。大家都成功。好，谢谢。一定成功。这位老人家叫宗贤谋，来自台北，今年已经是72岁的高龄了。他是本次徒步穿越沙漠的勇士中年龄最大的一位。那我们希望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挑战的一个开始来启动我们的婚姻。现在等也说能啊，到时候能不能就是浪费死了。坚持，最后坚持到最后，一定要走下来。我很有信心。今天我们就出发徒步这个塔克拉玛干。老爸，你看到我吗？哇，这个是老驴。陈建国在前面开路，我在后面压队。这位叫黄明，来自广东，也是一位户外运动爱好者。鉴于黄明有着丰富的户外徒步经验，陈领队把压后的任务交给了他。此次行程共有80多峰骆驼将跟随我们的徒步，给大家做了后勤保障，一切准备就绪。作为此次行程的全程记录者，我们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大家期盼已久的徒步终于开始了。前3天对徒步来说非常重要，对体能呀、耐力呀这个考验。再一个呢，就是适应阶段，就是啊，徒步的适应阶段。这3天其实艰苦的是后三天确实是对耐力和体力的考验。因为我们的大摄像机非常沉重，所以必须有一个人骑着骆驼来保护好我们的设备，而今天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们的记者小白。7天后见啊，再见。拜拜，再见，孟哥。塔克拉玛干又被称之为死亡之海，是中国第一大、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光听了这个介绍就够让人畏惧的了，所以啊，在沙漠中行走一定要跟紧队伍。可是就在队伍没走多远的时候，不安分的陈谦终于还是惹出了事情。我们是法拉利。你们
们不能够在大家的。惠新如，新疆康辉大自然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本次活动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之一。在此次徒步中，他是整个活动的协调人。我跟你讲啊，陈谦，所有大部队停下来的话，就是在等你嘛。大家都在等你们两个嘞。我等你们两个的话，等到考过学校，发现你们两个吧。因为这现在是没有去刮风，而且的话呢，现在你是可以看到那个路。如果进到那里面以后来讲的话，只要是看不到人的话，你根本都不知道的。休息一下吧。好了，睡个中午觉。你这呼喊乱叫，我就当个脚准嘛，把你嘴给你勒上。对，你好吗？我们现在来到中午饭的营地。我如果再跟着你走，他在后边就麻烦了。陈谦，要不然的话，拿骆驼把你送回去。那不是那回事啊。这我刚才跟他讲了，他知道一种经验嘛，就是。再说一遍啊，你们刚才那号的来讲的话，肯定是不能够去休息的。看不到大部队的话，你真的是找不到的。所有人在这里的话，本来没打算休息，你看一下吃饭的话都跟沙子一块吃，就为了等你们两个。喂，老爸，你吃中午饭了吗？今天我们吃红烧鸡翼。啊，你要真的这么不听话的话，真的大家都没人喜欢你啊！我先跟你讲一下。原来顽皮的陈谦在队伍后面时走时停，而骆驼为了照顾陈谦也落在了后面，两个人差点找不到队伍了。骆驼很生气，可是小陈谦却丝毫没有把众人的话放在心上，只是自顾自地休息。陈谦的不听指挥让大家很是头疼，这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啊，谁知道后边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在领队为陈谦的事儿挠头的时候，没想到队伍中又发生了意外。这一回不是陈谦，而是我们的记者小白。小白到底出了什么意外呢？观众朋友，明天请您继续关注五集系列片《激情穿越》第三集。传奇思路，共同发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思路新发现》。在昨天的节目中啊，热情的达里亚布依乡村民为来自台湾的新婚夫妇温鹏举和他的新娘举行了一个别具特色的维吾尔式的婚礼，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勇士们对新疆的民俗民风大饱了眼福。同时，随着婚礼的结束，七天的沙漠徒步也正式开始了。每一个人都是怀着兴奋的心情踏上了征程。但是就在大家还没有从婚礼的温情脉脉中缓过劲儿来的时候，队伍中却出现了意外。出意外的是我们的记者小白，这是小白在发生意外前出现在我们镜头前的画面。本来看着驼工没有牵着骆驼，我们还是有点担心，但小白熟练地让骆驼卧下，让我们打消了心中的顾虑。那刚才因为要背这个机器设备，因为我们的机器设备很庞大，不能说是背着它在沙漠中进行徒步，那样会很累，所以我们让我们的记者白荣国扛着那个大设备骑在了骆驼上，但是他从那个骆驼上掉下来了。刚才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手拎着机子，这个手抓着这个缰绳，我也不知道怎么让他停，他反正当时速度挺，我感觉挺快的，也感觉那骆驼在玩命的跑，到事儿到好像有些肿了，是不是这样？啊，到疼吗？没事，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然后树根上担了一下。那所以说这个骑骆驼也是很危险的，不光是徒步累，那么骑在骆驼上的人呢也要非常的小心。如果以前没有骑过骆驼，一定要有驼工，熟悉骆驼习性的人在前面牵着骆驼，不然的话很容易出现事故。那么就参加类似这样的活动，难免会发生一些小意外，还好没有出什么大事。在第一天的徒步中，接下来众人都走得比较顺利。在镜头前面绝不喊累。等一下镜头关掉我就累了。徒步才开始第一天，这对小夫妻就已经吃不消了。在沙漠中徒步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看看我们的沙漠勇士们一个个都把自己包得很严实，当然为了防晒这些都是必要的装备。另外必须要有一双好的徒步鞋，不然七天走下来估计脚是要受不了了。
沙漠徒步最好是要准备一副这样的高筒鞋套，有了这个就不怕沙子进到鞋子里磨破脚了。我们快走完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喝四瓶水了。啊，你看我嘴全都干了，现在干的都不行了。那你今天水就没了呀？今天水，你看吧，早上再加一点水。公里，第一天我就感觉很累，小腿肚子很疼。哎呀，要小心，千万不能站到这个骆驼的后面，尤其是它站住的时候，它只要感觉到危险，它就会踢它的后腿，所以说千万不能走到骆驼的后面。小白，身体没事吧？没事。今天大概走了多少公里？应该在10公里左右吧，是一个10公里啊。因为第一天呢，我们根据体能状况，我们是根据距离我来去调整，看大家体力状况，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再走。但是根据我的往年的经验看，今天走的这个路程比不错。今天来自台北的宗贤谋第二个到达营地。Hello, how are you? 今天你走得很好呀。我今天走得很好啊。哦，谢谢。感觉怎么样？还好啊。还好。有没有累的感觉？没有啊。那你很不错的。就太快了一点。太快了。对呀，你们年轻人就跑一样，我跟着在后面跑，因为中间都没有，前后都没人。哇，我一个人拉在那个沙漠里面怎么得了？我就跟着跑。对，我们今天结束了一天的旅程，我们虽然身体上非常疲惫，但精神上特别异常的兴奋，有一种身在地狱，精神在天堂的感觉。虽然大家都走得很累，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感人的一幕。两个大腿都抽筋。陆伟先生是个好人，帮忙，互相帮忙。抹的什么呀？抹的红花油。红花油。在一片和谐和快乐中，第一天的徒步就这样结束了。我的月亮升上了天。就在大家都准备钻进帐篷睡觉的时候，我们又听到了一个坏消息。而这次的这个坏消息的主人公不是别人，正是徒步队伍的总领队陈建国。下来，蹲下来，上来可以吗？哪个是这种？是不是好点？行，这样都不行。那别动哈。那你站下来哪里？还有脚凉哎。哪里最痛？你走两步看看。不是，你看看哪个地方最痛？哪个地方最痛？当时不知道啊。左脚，他是摸的左脚的那。对。你不要死。是这里吗？好。抬起啊。春哥。来。再放下来。啊。再一下力。抓着我的手。脚。就是鞋呢，鞋给他。脚今天让他恢复休息一下，把他复位了就不要再动他。对。不要再做其他处理了，就是对那个最痛那个点拔一下关就可以了。明天早上过来给你再处理一下就可以了。不然要说把那个腿一定多盖点东西给凉着。是吧？他这个是腿是什么伤啊？他是拉伤了，可能那个沙漠啊，就一个脚用力，就把后面那个肌腱，就是骨跟肉之间这个结合点是撕裂错开，把它复位。这是头部有影响吗？不，头部有影响喽。如果再走的，理论上像这样呢，最好是有一两天再。没想到这徒步刚开始，总领队就拉伤了自己的腿。现在就等明天再处理一下，让他长一下就可以了。好好休息啊！啊，好。那拔完以后呢？能上骆驼就算了。陈哥，腿还是不行是吧？今天走路可能困难一点。
因为现在，那我现在还得必须得带上大家走，因为特别是第四、第五、第六天的时候，这沙漠比较大。如果人和如果他们都没走过嘛，如果我也不在前面带路的话，万一人和骆驼分离太远了以后，爬完。虽说陈领队坚持要带队继续徒步，可是很显然他的腿伤是受不了长途跋涉的。忍着，没事，一定带大家能走出去。所以当领队啊，还是我呀，我在前面领着大家在走啊。还是你？那怎么办？要不然你？哇塞，咋的？因为陈建国的腿伤，大家一致建议他休息。在综合分析之后，他决定由勇士之一的户外经验丰富的黄明来接替他走在前面，带着大家继续徒步。而黄明在这种时刻也丝毫没有推脱，欣然接受了这个安排。就这样，第二天的徒步又开始了。你有没有压力？今天还是有点压力嘛，毕竟是这么多人马一起。第二天的徒步，黄明带着大家按照 GPS 的坐标位置以及指南针带领着大家走直线，翻越着一个又一个的大沙梁子。驼队因为不能像人一样翻上翻下，选择了一条比较平缓的道路，在远处和我们平行而走。看我们的小白，脚上都已经磨出泡来了，这就充分说明在沙漠中行走一定要有一双非常好的鞋，但这鞋呢就不适合在沙漠中行走。今天感觉疼啊，希望赶快到目的地，因为今天都起起伏伏，这样子就很累。今天走了7公里，后面7公里。就是直线距离，那个行走距离，再走6公里就到了。折合行走距离，直线距离的话，差不多是5公里半。我今天才第二天，没关系，加油！这一天，宗贤某老人终于支持不住，骑上了骆驼。就在我们的记者以为这一天将会在平静中过去的时候，偏偏我们自己的队伍再一次传来了噩耗。在第一天的徒步中，记者小白从骆驼上跌落，致使我们的一台摄像机出现了故障，不能再继续工作了。第二天，小白的手肿还没有消下去，我们记者小蔡又被骆驼踢了，真是祸不单行啊。其实在沙漠里面那种感觉，刚好是个骆驼印子，脚印子。看一下表，3分钟以后。哎，他把我当成恶人了，这么做。45分说再给你喷白的。这是内伤在外呢？不会。蔡志刚说，当时他被踢晕了，唯一记得的就是一位大哥在远处看到他被骆驼踢飞在地，飞快地跑过来抱起了他。小蔡把这位大哥当作自己的恩人，来自深圳的吴仁伟。对着他的脚正在拍摄，一刹那，那个骆驼，那个脚，我看他是横的，不是向前，也不是向后，他好像飞出来一样，把你踢到2-3米以外。当时呢，你就一就这样就仰下去，那刚好就是。感受到吧？我就说嘛，当你自己特别。不住受伤的时候，别人跑过来的时候，感觉他一辈子。其实每个人都不希望发生意外，但是当意外真的发生之后，队员们彼此之间所表现出的关照和友爱真的是非常让人感动。两天的徒步过去了，尽管呢小状况不断，但是队伍仍然能够按照预定的计划向前行进，这是让总领队陈建国感到欣慰的。但是自从不幸拉伤了腿之后，他就有了些担心，会不会影响到后面的行程。没想到他的担心还真的应验了。好，观众朋友，明天请您继续关注5集系列片《激情穿越》第4集。
传奇思路，共同发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思路新发现推出的特别节目《激情穿越》。昨天的节目中啊，陈领队因为大腿拉伤，不能带领大家继续徒步了，因此啊，由他在勇士中选出了一位户外经验丰富的代理领队黄明。而我们的记者祸不单行，再次发生意外事故。蔡志刚在拍摄驼队时不幸被骆驼踢伤，而这一脚却让小蔡获得了珍贵的友谊。第三天的徒步又开始了，今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在昨天大家翻山梁子都翻累了，所以都要求跟着驼队走。而从驼工那里我们得知，两天前刚刚有一支探险队走着同样的路线去我们要到达的终点马扎塔格山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路上很清晰的驼印。今天陈领队要求大家按着驼印走，这样既避免了找路的麻烦，又节省了大家的体力，而坐在骆驼上指挥全盘的陈领队也可以稍稍放心。因为准备了10峰骆驼，空出来以后体力消耗大的，让他先骑上，因为老年人比较多，多一点，让他们去做。我估计今天走完了，第三天走完以后会好一点。OK， 出发，我们继续慢慢走。今天打头阵的依然是黄明。今天的队伍走得很快，徒步开始没多久，队伍就已经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仅仅坚持了两天徒步的这对小夫妻已经骑上了骆驼。舒服舒服啊，舒服多了。好好好，那个腿尽量抬起来一点，要不然这样会很累。OK， 腿稍微抬高一点。是。中午休息的时候，骑着骆驼赶上来的陈建国很生气。肯定有影响，大家还是有团队精神。如果你觉得你跑得快，那你可以往前走。那我扎营的时候我就扎营了。如果年轻的力壮的把前面路横劲赶，那老年人都拖垮了以后，我们这个任务咋完成？陈建国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沙漠中一旦起大风，风会在短短的半个小时之内掩盖所有的脚印。如果队伍拉得太长，看不到前后的人，那么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起风了，下雨了，我们的脚印在30分钟之后将会消失。一直压在前面的黄明显然没有压住队伍，大家原地休息了将近一个小时，后面的队伍才都赶上来。下午的时候，黄明和此次徒步负责人之一的焦海燕走在了队伍的最后。我牵着马，迎儿坐，送着娃。因为今天赶得太急，宗贤某老人似乎感觉到了一些不舒服。前面的人走啊，后面的人会很快的赶呢。开饭啦！第三天的徒步就这样又结束了。今天大家走了14公里，怎么样？哇，一锅的骨头！太棒了！哦，几块肉啊？3块，羊肉汤更好吃。4、5、6、7。今天开始呢，我们人先走，人先走的时候呢，咱们人和驼队的距离拉得不要太大，就是大家互相都能看到，看到当中呢不要超过1公里，在500米以内这个范围之内。一定要相互关爱，相互帮助。那么走在前面的，你们体能再好，而且再一次告诉大家，昨天呢，我们那个陈领队比较着急，那么有说大家可能语气上面有些那个比较不是非常的友善，但其实为了大家的安全。刚才出发前，两位领队给大家打的预防针似乎又没有起多大作用。今天负责人之一的焦海燕被安排和黄明走在了前面。两位领队希望焦海燕能够压住整个队伍的步伐，然而事情并没有向预想的方向发展，队伍依然走得很快，
中午两点钟的时候，焦海燕和黄明带队走在前面，找不到驼印了。我们先派就是还有力气的人走到山高一点的山岗上去找一下，看是否有路。如果有路最好，我们就跟着走；如果没有路，实在看不出来往哪个方向走，就只能等。那我们走大方向没错吧？大方向是没错的，因为前面一直都是沿着骆驼的脚印，到了这个地方它有分叉，那我们就停下来找一找，再确定方向，应该没问题。队伍走得快，再加上又迷失了方向，这样几天来的怒气终于在队伍中爆发了。不是，你跑得最快那个人要想到最后那个人才有团队精神。现在你看前后拉了多少公里都没见到人，那个领队的过得了前面，过不了后面。最主要是考虑到整个一大的团队，这样的话就是说后面的跟着前面看的能看到希望。一些团员在看到驼队后，在两位领队还没有发话的情况下自行前进了。他们先走了，是不是可以看成是一种情绪的表现？应该是有一些吧。那我觉得可以让他去宣泄一下，去怪，这个我们前面带路人的话，我觉得是不正确的。前面的领路人已经很不错，表现得也很优秀。陈队，你现在计划是跟着驼队走吗？我准备带人走吧，因为前面沙丘比较大，怕别人迷路。哎，骆驼骑骆驼了。陈建国带着驼队也赶到了，队伍又恢复了平静。走吧，走吧。又打赤脚了。今天没骑骆驼呀？我不能不骑就不骑。走越快。你不骑的话，我很担心。你不要让我。担什么心？你担什么心？我自己知道的。那你知道跟我知道的标准不一样。哎，我自己知道。你这样才乖嘛，大家才放心。不然你看后面好几个人都在担心你。不要担心我嘛，我告诉你，走，你知道的。好，那你那个 OK 就 OK 吗？好，每个人都很乖哦。一番争执后，倔强的宗贤某老人终于肯骑到骆驼上了。我们发现陈谦也终于忍不住骑上了骆驼。咋不走了？为了五六七只好放弃今天。这是一个可能是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了。没过多一会儿，陈谦就开始自己徒步了。因为今天早晨遭到了骆驼的训斥，今天陈谦没有再跟着骆驼。倒是我们很惊奇地发现，陈谦居然也慢慢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好，我们大家是来自塔克拉玛干的沙漠怪兽。想服装的中阿姨啊，但是没机会啊。他们让他坐骆驼，不让他走了，他晕两次了都。他晕了？我听他们讲的。会吧？啊，晕两次，后来让他必须那个坐骆驼嘛，他就坐了。啊，中阿姨是个女强人呐、啊！啊，也挺坚强的。是啊，我这团里我最佩服她了。是吗？陈谦嘴里的这个她，指的是72岁的宗贤某老人。真的不简单，你看。显然陈谦非常关心老人。啊，你是最棒的，钟阿姨啊，这个团里我是最佩服你的啦，有空我们聊聊天，吃个饭好吗，钟阿姨？刚说完，他懂事儿，就又露出了调皮的本性。这一老一小相互呼应还真是有点意思。就在大家都以为陈谦有了进步的时候，在这一天晚上他又惹出了麻烦。他又要跟驼公睡了。话筒又要跟驼公睡了。为什么今天跟驼公睡？哎呀，今天就在帐篷附近撒了泡尿。要就为了家伙赶出来。陈谦嘴里的这个他，指的是来自香港的李世荣先生。李先生今年都50多岁了。野外宿营开始后，陈谦被分配和李世荣睡一个帐篷。两天前，陈谦就因为和李先生闹矛盾，已经被赶出过帐篷一次了。你说为什么不让你睡觉？出帐篷走两步就撒尿，对吗？不对呀。明天杀不杀了？不杀了，还杀吗？哎呀，我错了。别人不让你睡觉，应该来讲，大沙漠都不让你睡觉，大伙儿是心疼你的。
你现在不让你睡觉，我们大伙都高兴。驼工，驼工就不是人了，驼工也不让你跟他睡。哎呀，骆驼，不要那么刻薄嘛！你为什么？我前几天跟你这么刻薄了吗？我今天晚上怎么解决骆驼？怎么解决？你这人不值得同情。哎，在骆驼的一番训斥下，陈谦找李先生道歉。电视机前的观众们，谁给我捐一个帐篷啊？哎呀，哎是。哎呀，怎么命苦啊？你觉得你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现在我应该诚恳地跟李先生道个歉。走。没有用啊，你这个没有用。昨天晚上你跟我道歉，跟我道歉三次了、哎，我要不会原谅你，碰见你也不是第一次犯。李先生，对不起。以后一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你不会给你带麻烦的，你比我踢走了。李先生是铁定了心不原谅陈谦，没有办法，陈谦只好去找陈领队解决问题。陈建国决定让出自己的帐篷给陈谦，而他自己和其他工作人员挤一顶帐篷。好的好的，陈谦，话我没在问你累不累，我在跟你说话，我没问你累不累。陈谦的做法再次激怒了骆驼，骆驼认为陈谦非常不懂事。陈建国是总领队，并且腿的伤还没有好，需要很好的休息。可是陈谦似乎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骆驼决定今天晚上收容陈谦。快一点。陈谦，跟李先生兼容不来。哦，你出帐篷就撒尿，你这种行为跟谁兼容得来？啊，没人。哎，你还没有睡吗？陈谦的问题总算是解决了，而这几天之后，他也终于安分了几天。那每天。陈领队都要给大家强调，一定不要走太快，一定要互相照应。然而先头部队的成员们呢，似乎永远有着使不完的劲儿。在徒步行进到第六天的时候，领队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呢？明天将是我们五集电视系列片《激情穿越》的最后一集。在最后一集当中，勇士们能否成功的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呢？好，观众朋友，明天请您继续关注丝路新发现，传奇丝路共同发现。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丝路新发现推出的特别节目《激情穿越》最后一集。在昨天的节目中，因为前面的队伍不顾及后面人的体力，走得太快，遭到了领队陈建国的批评。而在之后一天的徒步中呢，先遣队伍又迷失了方向，继续在众人中的不满终于爆发了。徒步还有三天，在这些天又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徒步已经进行到第五天了，因为担心宗贤某老人的身体，台湾组的组长曾先生要求老人骑上骆驼，可是老人坚持自己身体没有问题，双方僵持了下来。坐一个小时，走一个小时，坐一个小时，走一个小时，最棒的，对不对？对啊，好，对就好了。我想其实还可以走了，不过我不去。走一段啊，坐一段。坐骆驼并不舒服哎。对啊。哎呦，那个骨头都给你弄散掉了。下从骆驼上下来啊，哦，脚都不是自己的了。对啊。脚都不是自己的。我他要坐骆驼。这是坐一会儿骆驼。在众人的劝说下，老人妥协，准备等待驼队。在这儿等一下，骆驼马上就到了。好的，谢谢。其实我可以走哎，可以走。就是大家都走那么快，哎呀，我就紧张了，就压力这么大。慢慢走可以走哎，我不知道我现在还是可以走啊，可是他们都跟着我，我就不好意思。老人告诉我们，一年前他去东非参加了探险游，跟陈建国一样扭伤了脚。但是他坚持走完了全程，在他的影响下，
整个团队穿越了地形复杂的峡谷。老人对这件事情一直感到很骄傲，所以他觉得没有什么困难他不能克服。等待了一会儿之后，老人又改变了主意，决定还是要继续徒步。你看都在等你，你看喽。所以说你不要变得那么快嘛。好吗？哦。好。背包卸下来吗？要。我们发现，在每天的徒步中，老人的身边总会有一两个团友跟着。每天都有交代吗？不用交代。哦。队员怎么说？不用啊，不用说啊，很自然的，大家都互助嘛，就是大家轮流啦，或怎么样的，主动的就自然就产生了。怕老人家走不动了。因为说实在。很担心吗？对，是担心。案发地点令人注意了，因为现在起风沙了，大家要注意安全。各队的距离不要拉得太大，因为风沙起来以后容易迷路，后面的人跟不上，请大家转告。收到，是应该要注意，风一吹，骆驼叶马上就没了，可能我觉得15分钟之内骆驼叶就不会在了。这一天，焦海燕和黄明仍然带领队伍走在前面。团队精神仍然是众人强调的一个话题。虽然队伍行进速度过快，大家有些怨言，可是到一天徒步结束的时候，当勇士们遥望到了远处的玛扎塔格山时，各种不愉快已经从众人脸上消失了，人们有的只是即将到达终点的喜悦。这一天晚上，来自沈阳的冯昌林在团队里度过了自己29岁的生日。过来啊，我们先开始。点蜡烛了，点蜡烛了，来点蜡烛了。点蜡烛，挡着点，一起吹啊！来来，唱歌，唱歌，唱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大家！祝你生日快乐。一天的劳累在这别具特色的生日宴中结束了。接下来的第六天，众人将走出沙漠，进入红柳带了。那么到这个红柳滩里面，脚印呢是非常非常的乱。不要认为自己很勇敢，真的是沙漠英雄。我们不主张个人的英雄主义，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团结，一起走。没事，好，好吧，好。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多我们事先想不到的困难，我觉得战胜沙漠光靠体力是不够的，应该说很多时候必须适应沙漠，按照沙漠规律去走。哎，我上午的时候还说没惊险，那现在马上就有惊险，还是挺吓人的。主要是真是到了看不到头晕的时候，自己心里也就慌了。这个地方真是不能瞎来，瞎来危险性太大了。半个多小时后，两位失踪的工作人员终于赶上了队伍，而这次教训让只有19岁的刘涛心有余悸。来，这是水，这是大水，来了，怎么回事？这边明显有路线，那个走，顺着骆驼的印子走，走一下找不到印子。大意思说？啊？大意思说？啊，大意思，大意思。哎，吓死我了。徒步就要接近尾声了，大部分勇士已经开始放慢了脚步。真是太漂亮了，你们！我现在发觉到，以前的什么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那些就后悔了，没有多拍一些镜头，走过了这沙漠，可以说这一生都值得怀念。从对讲机里得知，大部队已经在前方离玛扎塔格9.8公里的地方扎营了。而有4名勇士已经迫不及待地向玛扎塔格进发了。穿越胡杨林，还有宽阔的和田河，玛扎塔格山终于完全暴露在了我们面前。玛扎在维吾尔语里是坟墓的意思，而塔格是山的意思。新疆的穆斯林把这里当作圣地来朝拜，传说这里埋葬着一位身世显赫的大将军。
德山。那么现在呢，是我们穿过了这个和田河，和田河目前是处于这个枯水期，枯水期的和田河两岸都是金黄色的红杨林，非常的美，还有我们的马扎塔格山。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我一直在回头遥望我的萨丘。也许有一天塔克拉玛干有一条路，他有我踩过的足迹。如果说在这七天里面学会了什么，我觉得就只有两个字，珍惜。痛并快乐着吧，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精神上的收获。非常感谢我们团队的团结友爱协作的精神。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终归来讲我们都是一家人。穿过风流浪的我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对于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徒步运动爱好者来说，虽说七天的沙漠徒步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在徒步中每一个人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友情、爱情、信任、付出、回报。有队员这样告诉我们的记者，走过沙漠，在今后的生活中再也没有什么困难能够击倒他。塔克拉玛干被称为死亡之海，但是只要有爱，我相信这片沙漠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曾经面对过。